本节目有部分镜头可能引起不安。60年前今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。中国在大战期间估计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。战争结束60年，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当年违反国际法，秘密在中国进行细菌战。10几年来，中国和日本民间组织合力揭发日军当年罪行，中国受害人在日本打官司，提出诉讼，直至3年前，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裁定日本曾经发动细菌战的事实，但是仍然拒绝向受害人作出赔偿。伸张正义，还我尊严，还我尊严。细菌战受害人周福谷、何英珍今年3月由家乡浙江、湖南，连同10几个专程由中国来的支持者，去到日本出席细菌战的审讯。我的妈妈、姐姐、弟弟也死了，一共死掉12个人。我来到这里来讨回公道。高等法院最后判决的是，如果判的不公，我们要继续起诉，要跟日本政府还要继续斗争。我们现在要求他的赔偿，一个就是不是作为战胜国要求战败国赔偿，这是因为侵略战争，而且我们国家的赔偿已经放弃了。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你在战争中啊发生的违反人道的受害者，要求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他的这个行为承担责任，要求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。这场官司已经打了8年，今次是第38次聆讯，亦都是东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前最后一次的审讯。由1997年开始，王选一直担任细菌战诉讼团团长，代表180个当年受到日军细菌战伤害的中国人，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，要求日本道歉，向受害人作出赔偿。王选战后在上海出生，1987年到日本读书，断断续续在日本生活了10几年。他说，日本民众对日军731部队战时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罪行一无所知，直到80年代初才被揭发出来。打了这么一场的战争，这么几千万人为此牺牲生命，所以他如果不忏悔的话，不反省的话，真的这是一个罪恶。王选原籍浙江义乌，1942年秋天，731部队用飞机向当地村民散播鼠疫菌，令到崇山村400几个村民染病死亡，其中8个是王选的亲人。新战争问题，一个呢就是说一开始战后都是掩盖，还有一个他最终的战争责任是在天皇，所以日本就是说当时掩盖细菌战也是为了维护这个天皇制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秘密进行化学和细菌武器研究，负责731部队的骨干队员是日本全国的医学界精英。当时这个部队是日军之中最神秘和最残酷的。在哈尔滨平房区占地20公里的地方，是当年731部队在中国的总部。
日军喺呢度试验、研究同埋生产炭疽、霍乱伤寒同埋鼠疫细菌作为武器。周福谷系黄选嘅同乡，住喺义乌市另外一条村。1942年5月，佢只系得6岁。日军去到佢条村，唔单止抢掠、杀人同放火，仲散播鼠疫菌，毒死百几个村民。周福谷一家14口，只系剩低佢同爸爸两个侥幸生还。战争呢，杀人呢，放火了哦，就都把我忘记了嘞。人家都吃饭呢，我没有妈妈小心来我吃，这么苦呢。731部队为了更深入了解细菌的毒性，甚至将老百姓捉回来进行各种人体实验。6年间，最少有3000人被逼做了白老鼠。我想研究一下人体体内有多少水分，那么他会把一个人呢放在一个容器里边，就是一个大玻璃房子里边，那么呢把人绑在这个椅子上，就用那个干燥的热风去吹，不给任何水喝，不给任何食物，就是把这人吹成木乃伊状。小虫梁红1939年被编入731部队，到中国当兵，当时他只是得15岁。他曾经在生产细菌的部门工作，又参加过人体实验的研究。日本的侵略军他取得的话，三光作战。日军在中国执行三光政策，三光即是杀光、烧光和抢光。部队是负责执行杀光中国人的任务。我们由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，已经有很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在里面。教我们日本军队所做的都不是坏事，即使做了坏事，都会被认为是好事。悪いことでもい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と。1945年8月初，日本在投降之前，731部队为了消灭细菌战的罪证，撤退前除了炸晒所有的设施，还用毒气将捉回来做人体实验的中国人杀死，另外又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晒出来，结果令附近村民染病死亡。那我姐的灵车没回来，我弟弟就死了。因为我家死人开始的时候吧，村民还来到我家来帮忙，往外抬尸啊、埋葬啊。后来一看人死的太多了，人家不敢来了。日本倒台以后，耗子多起来了，死老鼠啊。就在房子周围啊，走两步就可以看见，那都是刚死不久。因为你这个鼠疫吧，人死是老鼠也死，现在想起来他后怕，那真惨呢、啊、要我说这个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段历史，那是抵赖不了的、啊、哎，你怎么的也抵赖不了，你把中国人的残害的这个程度，你还不承认。只要我在有生之年，我一定把这个诉讼案，尽管我活一天，我一定要跟日本政府斗争到底。黄选10年前开始搜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证据，咁多年嚟，佢一直锲而不舍帮一班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。中国并不完全要求经济赔偿，中国人要求的是一个公道。我们曾经在这些问题上回避或者做出一些让步，但结果是怎么样的？这些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。如果说这个判决
他不能推动这个问题解决的话，他会带来两个国家之间更大的对立，在历史问题上更大的对立，更加的互相的不信任，所以这个对两个关系啊，都是要增加一些不利的因素。何もしない。乜都唔做，一味拒绝谢罪，呢个就系日本政府嘅做法。如果唔将呢种做法彻底改变嘅话，两国嘅信赖关系就冇办法可以修补到。日本政府虽然一直刻意回避侵华嘅事实，但系六十年嚟，日本民间一直努力搜集日军当年嘅罪证，甚至主动协助中国受害人。向日本政府提出杀偿诉讼，把这个西云战诉讼推上法庭的啊，是日本和平运动。这些人都其实，我觉得是很爱国的，他们为日本的前途担忧，真的是为日本的前途担忧。本节目有部分镜头可能引起不安。两个月前，三十几个日本人专程来到沈阳参观当年日军入侵中国的遗址，了解这段日本政府一直刻意回避的战争历史。1931年9月，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沈阳一段铁路做借口，向中国发动进攻，展开侵略东北三省的序幕。日本关东军为了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，借口维护治安，出兵占领东北。海南有子五年前辞去电视台导演的工作，自知拍摄纪录片。这几年他拍了两部片，采访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日军侵略而受过苦难的印尼和中国受害人。同这班战争受害者接触过之后，我才逐渐理解到日本过去在战争中对中国人做了很多坏事。我拍这套纪录片当是为我爷爷年代的人在中国所做的罪行出一点力。海南有子曾经接触过不少战争受害者，不过当他去到辽宁抚顺平顶山这一处遗址，知道日军在1932年将全村3000个居民集体屠杀和摧毁当地800间房屋之后，他觉得很震惊。こ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ってなくて、我真的没想过是这么残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说话去形容。我想没什么日本人会知道平顶山这个名字，真是很可耻的事实。日本人已经忘记了他们是加害者，只是挂住说原子弹爆炸。日本侵华期间教育国民向中国发动战争，可以解放中国人的苦难，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。1956年，中国政府一度将982个日军监禁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，后来陆续释放他们，遣送返国。这班被释放的老兵，由那时开始致力改善中日关系，避免战争再次出现。两年前，海南有子在中国东北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采访当地老百姓，怎样受到日军当年遗弃的化学武器和炮弹所伤害。そうしますと、喉の内側が全部結局同じ状況になって、喉の内側。海南有子去年完成套纪录片之后，安排在全国巡回放映。
今日中関係も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ですから。而家中日关系唔系咁好，我希望俾多啲人认识呢个事实，等佢哋能够以自己嘅力量去做一啲改变。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我再怨付不起你的钱了。我能把一个男人要我偷回来就偷到家就住一宿就死了。祁淑芳嘅丈夫。十年前修路嘅时候，误触日军留下嘅炮弹，当场炸到重伤。为咗帮丈夫筹医药费，祁淑芳协落周身债，丈夫最终不治，剩低佢同两个子女生活拮据，要寄住喺亲友屋企。我这些年我带着孩子受劳苦，我每天都是来上这来打工，我连房子住都没有。晚上回去回到我姐姐家，白天就上这来干活。我的儿子也20多岁了，他还没结婚呢，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办呢，也没有房子，也没有钱呢，怎么办呢？日军1932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，制造大量生物炮弹同毒气弹。战败之后，将毒气弹弃置喺荒山野岭。近年当地居民经常因为误触呢啲生物炮弹受伤，甚至死亡。李国琴医生17年前检查一个喺地盘掘出嘅铁桶，里面装有日军留低嘅芥子毒气，被毒气所伤。咁多年嚟，肺部受损，不断咳嗽，身体受毒气所害，夫妻间从此唔能够有正常性生活。他是非常不人道的，我们造成伤害，我们必须要求呢日本政府给予经济赔偿，并且呢让他承认事实，承认历史，可以说应该向中国人进行谢罪。我爸爸在战时去过中国，他完全不肯讲在中国做过什么。虽然他现在过了身，但我始终是加害者的女儿。我觉得战争还未完结，日本人我真的觉得有很大责任。日本观众看完套纪录片之后，主动要求海南有子带他们去中国探望受害人，表达关心之余，希望化解对日本人的怨恨。我一直是恨的，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？我一直从这死了，他已经去世10年了，我这10年都是律师帮着我打官司，到今天结果没有。我觉得我恨，不应该恨这一代人，是那是上一代人留下的呢，你让我伤心。反对！反对！维护和平！维护和平！还我尊严！还我尊严！谢罪赔偿。上个月，东京高等法院终于对历时8年的细菌战诉讼作出裁决，法官维持2002年一审的判决，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经违反日内瓦公约，在中国进行细菌战。不过，就以中国受害人冇权以个人名义向其他国家提出诉讼为理由，驳回索偿的要求。裁判处不能够对政府作出任何反对的意见，对于这个无能的三权分立现状，我觉得很气愤。他强调说，受害者个人，不能直接向加害者国家要求赔偿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可以这么解释，那么就是说，剩下一个可能性就是说，中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。所以中国跟日本之间在一点上要澄清的，就是说受害者个人的赔偿的权利没有被放弃。法院裁决之后，细菌战受害人
决定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，并且获得接纳。漫长的诉讼即将再度展开。中日因为60年前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一日未认真解决，两国人民之间的怨愤和悔疚一日难以释怀。でも私はやっぱりなんかこういう現場を見たり、我亲眼睇到呢啲骸骨，同埋见到咁多受害者，我唔能够当冇发生过。我希望尽我所能令到世界和平，同埋维持日中友好关系。虽然我唔知道做唔做到啊，但系我都觉得我需要努力去做。香港的新一代在战后60年来从未经历过战火洗礼，随着饱历战乱的人徐徐老去，战争遗迹日渐被人遗忘淹没。下一集铿锵集带大家见证日军当年占领香港3年零8个月的苦难岁月。